知道你 DK 喜欢拖，我就拖到底。但是你要知道 DK 曾经打歼击也打出过0-20的，回当提子十打十巧药水150、300、450再加400、850块钱打你。过来勾，知道有没有闪现的能杀吗？艾蒙在后面，伤害好像有盾套一下，还要追啊，再追要闷啊。Q 闪谁拿下？谁先到？小炮先到，飞机后到。在这里控制电接的还行，杀不死。这里修 Maker 在干嘛？修 Maker 不往前面跳吗？七分钟要拆他家二塔，太深了。额头先忍不住先上来，奎当提有掰有掰吗？你，没跳回去，没闪现的要死了。大树来的太慢了，因为自己前面在下面也去打龙。我来找谁？卤蛋直接被吃掉。非常低 TP 还被打出来，你踢我也踢，轮他妈也踢，轮他妈不，轮他妈要踢吗 ？DK 在玩一种很新的运营的方式。如果说英雄联盟的设计师是希望他们在前期多注意点对线，多推二塔，不是多吃杜神的情况下，那他们将放弃杜神而转战二塔。我别人吃杜神我不吃，我吃二塔。我操，居然有10个虫子！上路敲完没补装备，直接下来 TP 了。要惩戒吗？哇哈！吓我一跳，这波！我以为是顶过去帮对面放惩戒的。打赢了这不，阿那儿倒了，是小炮的输出还在输出小鸟，宙斯也倒，两个是残血，牛头的二连，但是被闪现阻断，直接被秀爆，两兄弟苟延残喘还在溜，飞机闪现大招但无所谓，自己平均伤害够了。这里我以为他会过去扯，但还行，撸子还是比较稳。这是哪一位啊？我回放还没看完呢，哥。大树闪现有点急，奎当机是绕后的，奎当机绕后也不知道去找谁，对面两个 C 位直接开六，这里 King 更送呢。丁丁这里其实不着急进，在旁边拉扯住就可以了。这小炮子操作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？我看了一圈，哦，这里是主动飞啊，有点主动了啊，有点主动了，这不来波飞吧，别说了。维当迪是先到的，五千在线 TP 绕后了，这边直接反攻一波，他 TP 的位置相当不错，先打前排卖了，卤蛋直接给这咱不是兄弟吗？咱就卖了，开太及时啊！虽然说前面左经济是左边领先的，但是主动的其实一直都是右边。算了吧，哥，他就死个卤蛋，什么皮？右边继续掏大龙，奎当提是闭的，有反应吗？有感觉吗？有没有感觉自己有条大龙在被掏呢？有感觉，但感觉不大。龙是谁的？龙是 owner 的。那稳稳拿掉，拿到就溜，勾盾上，直接一个 Q 闪，闪完以后直接要死了吗？没死，还行。King 挡了一轮子吗？这里
熊妹可怎么被顶过来了，但是也还行跑得够快，闪现 A 姑马，姑马 A 能 A 掉850块钱到手里，干锅直接秒解，反手这一人两下蛤蟆，武吉大师直接无敌。炸弹人虽然够强，但能明显感觉出来打到后面没什么用，而且他们以往玩游戏的模式就这样，也不他们指挥不行嘛，他们这赛季都这么玩，大柱直接倒，无所谓，死就死了。那炸弹人去做一个主力吃伤害的一个位置，自己站在炸弹人的后面，这样的话自己第一时间不为第一身位被开到，然后炸弹人也有一个人去保。要先来找宙斯，你看他 A 人真的痛啊，这英雄他装备是真的不差的，要往前做了，要来找宙斯，是有精神拖下时间，坦克换坦克，厕所大战，七万龙已经拿到，直接溜了。有闪的要交吗 ？OK。哎呦，这奎唐尼掰两只，这奎唐尼有点能掰，但是也没有 W 了，静态生死了。小炮直接被二连连起来，牛头倒，要往前跳吗？艾蒙有技能的，跳吧。该 C 了，早该长这样了。我操！你说他不行，他真还行；你说他行，他就不太行。这就是Showmaker嘛。这里 T1 第一轮牛头交闪的时候就得撤了，一波了直接。这你敢信吗？我以为他会如到这个波舞结束，能一波吗？能一波吗？能一波吗？一波了吧？这应该是一波了吧？我全责，他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他如一辈子啊！我刚跟他说完要怎么打团，他就会了，那怎么办？他就站在炸弹人的后面，那炸弹人吃第一轮伤害，他不要给到别人开了就能玩。